行车前检查，要检查车外四颗轮胎，加上前后左右四个车底，少一个扣32分。顺序从驾驶座左前方，也就是左前轮开始，不可随意挑选改变顺序。检查开始的时候要口述检查轮胎、检查车底，并做查看的动作。检查轮胎，检查车底，检查轮胎，检查车底，检查轮胎，检查车底，检查轮胎，检查车底。两段是开门上车，左右查看。车内部行车前检查动作，记得口述加动作。好，开始，试踩刹车，调整座椅，调整头枕，系安全带。调整中间后视镜，调整左后视镜，调整右后视镜，确认排挡杆在 P 档，确认手刹车有拉起，开电门，手比进去检查引擎温度表、油量表、机油灯、电瓶灯、手刹车灯，脚踩刹车，发动引擎。好，讲红灯熄灭，仪表正常，就开始考试。